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斗阵来广告》，我是陈生。时间加真紧，一年一包啊，这暑假已经无剩几日了。我知影讲，阮节目台底真侪小广告先，拢用暑假的时间排练广告的节目。假使搁还未来阮的节目当中来录制，啊，着抓紧时间来联系阮的编导，来约时间来录节目。未接到小广告先，阮的呢，我做为当人讲啊，是看咧大汉的。当然啦，假使恁想要来到一个囡仔广告的这舞台当中来展现家己，麦当人靠我脑袋的线0592530191，趁暑假靠时间，会当人彩排好，然后来录节目。因为开学以后，咱这个学习功课的这个学业啊，爱较无闲淡薄。那这个囡仔广告的舞台，一直拢欢迎介意万能话，也个广告的小朋友，咱斗阵来进步，斗阵成长。再来就要进入咱今仔日的精彩的囡仔广告的节目，首先还是得为大家邀请出咱的老朋友，广告福建省省级代表新传新林小贤来到节目当中。陈先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仔到阵来看囡仔广告，话是囡仔广告真精彩，互你愈看会愈爱。那今仔日来到阮这囡仔广告这舞台顶的这小朋友，拢是来自家园小的小朋友哦。所以今天你是这个小的专场哦，我太厉害呀！是呀，金明公怎样啊？这先生真是是非常的重视，所以这小朋友，咱会当人组成一个专场来进行表演。因为儿童重视，啊，搁有迄先生啊，对这个广告啊，这闽南文化重视。是是，那所以啊，咱到底来看卖第一位上台的小广告先会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？公告公家嘞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园小学陈武涵，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是虎鼻狮。话讲古早时阵，厦门城边有一个老伙仔，因翁真早就过身啦，啊，不过有一个后生，鼻仔红叽叽，虽然鼻仔红叽叽。不过伊真够鼻东鼻西，大家拢叫伊好鼻西。伊虽然真骨力，啊，不过也真爱跋筊。有一摆，伊去麦街，看到一群少年家伫遐伫跋筊，伊就安尼规身骨个扭扭动。我那是来去甲伊数两个啊，大大都甲伊赢一大，啊，唔知要偌好。伊将卖价钱拢总给压落去，阿木兰喵顾着敷了了啊！哎呦，惨呐、啊！只剩无半点钱，我是要怎样倒去见阮阿母的？有啊，我就来安尼安尼，阿母的，我今仔日拄着一个老人，伊有一种本领叫做好鼻塞，唔管啥物物件，伊一鼻就塞。我将卖价钱拢总给送给伊，去教伊学好鼻塞的功夫。因阿母讲，真是囝，阿个遮老的。因阿母若拄着人就学了讲，啊，阮阿西学了一款绝世的功夫，叫做好鼻塞。嗯，管啥物物件，伊一鼻就塞。就安尼，好鼻塞的名声轰动了规个县城。有一日，县老爷金银。打无去，听讲好鼻塞真牛鼻，伊就派谢教父去请好鼻塞去鼻金印。好鼻塞坐伫桥仔内面，愈坐愈袂安稳。啊，我虽然真牛鼻，啊嘛毋是啥物物件拢鼻会出来。唉，你真该死哦！无想到遐教父听到讲你真该死，赶紧将桥放落来讲。啊！阮听人讲金银半面四光，啊，遐光会变阴亮，所以阮就该偷摕伫收伫后花园内面，请你唔通讲出去，我愿意送你50两银。好鼻塞一听，哎，天顶甲落红雨，
伊就继续是唔敢讲偌久的，到了县衙，伊就伫后花园找着迄个金印，县老爷感动甲半休息，这件代志就去造福皇帝。皇帝想讲，啊，这世间上竟然有这种机灵，伊就下了一道圣旨，招好平西去京城。皇帝坐伫金殿顶，用一骹手啊，对着一只小石狮啊，要让好平西现场试看卖。好平西这时阵惊到规身躯咔咔喘，甲流清汗，伊讲。师啊师啊，啊这下你是温血啊，你若是无死爱叫人关伫这个内面。皇帝一听，因为伊真正是骗出来啊，然后这就封好一个大大的官爵。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，人若是伫遐好运的时阵，若死死也会变到我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好运气毋是经常有诶。咱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打拼，认真工作，认真学习，才有好前途。我的故事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感谢这位小公主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伊讲的是关于咱厦门本地的这真精彩的民间故事，我听起来真有意思诶。这民间故事哦，就是咱本地一挂。文化啦，习俗啊，一挂传承的，一个真重要的内容。我感觉你足好诶。是。那我们再讲，谢贤对今仔日表演有甚款的点评无？好。但我含小陈哥这摆讲过，比之前来节目中讲过吼，啊，真有明显的进步。有法看出伊对广告艺术的理解吼，搁在一个新的加载。今仔广告表演性也强，也大方，整体顶讲啊生动，啊，我个人点一赞。当时我提一个小建议，强强哥，就是讲的过程中，语速节奏，互人感觉比较的平淡啦。啊，若是进一步改进，广告效果会更加水亏啦。啊，多阿咧有广告小朋友，咱的广告表演除了一般好听好看之外，啊，要努力追求一种韵味，就是互人听了敢听袂煞，哎，感觉各种有啥物想象的空间啦。啊，好人想不过继续来听，继续来看，哎，这是真难的，咱大家吼共同努力哦。哇，所以讲吼，足无简单的呢。伫咧讲的时阵，我嘛是希望讲吼，鼓励所有爱讲过的小朋友，初初学的时阵吼，咱一定得认真一步一脚印，慢慢啊去思考。安尼，我感觉一定的是愈来愈好啊。所以时间，咱继续来看下面这位小公主先带来精彩表演。好。讲天色皇帝，讲故讲家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金如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讲的故事是《英雄出世》。有一日暗暝，呼呼呼，高风大作，天顶乌云乌密密，轰隆隆、轰隆隆的海浪声拍伫海岸，有一阵面带乌布、手举大刀的海贼。冲向平洲陈氏祖厝，迄阵海产领队是一个乌粗骨大箍、两撇喙手、亲像割草的镰刀的查甫，才就予人看到规身躯流青汗，惊死人。伊突然间手一握，迄阵海产就冲向陈氏祖厝的好家人兜，开始抢物件。紧走啊，海产来呀！紧走啊，海产来呀！这时阵，陈氏祖厝边啊，有一个叫陈明哥的人。讲到这陈明哥，伊是一个伫私塾内面教册的先生。因某一个巴肚真海，看起来敢若要生囡仔。这边话海产来啊，紧走啊！外面话声叮叮，内面是巴肚听到哎呦哎呦，哀爸叫母。这时阵。陈明哥正伫个翻着通书，今仔日是天龙四十一年，也就是丙申年三月十二，阴爷。若是伫过天的时阵出世，那就太好了。这时阵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突然间，轰轰传来了一阵枪声。
但明哥伊某惊到规身躯个个着骨，哎呦哎呦，明哥啊，有人伫开枪啊，咱紧走啊！哎呦哎呦，一个无细哩，地面床顶滚落来。但明哥用伊规身躯力将伊抱起来，讲：夫人，唔免惊，有我有我。伊哪讲哪抱着伊某向外面走去。秘伫个城里外面的一张大青椒卡的树洞内面，迄妖兽的黑贼放迄小窗，陈明哥远远看到窗内人哭声阵阵，佮看着大黑冲天，非常恐怖。这时阵，伊某惊一下，就昏过去了。陈明哥就将伊抱起来，目屎一直流，一直流。夫人，你醒来！夫人，你赶紧醒来呀！伊那话在流目屎，因为伊知影，伊某若是无醒来，伊呐嘛会无气。伊那话那对伊某的脸中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伊某就慢慢醒来了。好不容易眯到天光，海贼拢散去了，四界静悄悄。陈明哥抱着伊某倒去因家，找一个接生婆给接生。哇哇，生了一个肥肥水水的查甫婴仔。大家看到这个可爱的查甫婴仔，心内是非常的欢喜。这时阵，伊某伤心的讲：囡仔一出世就拄到这种代志，以后的命运是不是会多灾多难无？陈明哥讲。夫人，你唔免烦恼，英雄出世肯定甲一般人无相款。拄啊有请神作为，就该号一个小名叫宝贤吧。宝贤，宝贤，好名字就叫宝贤吧。这个宝贤就是英雄陈化成。陈化成自细汉就伫因老爸伫私校内面读册，认真学习。后来，在1842年的五常抗英战役当中，坚守炮台，英勇牺牲了。伊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咱就一代一代的传落去。我的故事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好，感谢这位小公公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这位小公公先伊讲的是，也是咱这厦门本地的一位英雄人物陈化成的故事。哎，我感觉足袂歹的，而且伊阁有一寡即个时刻表演伫咧内面呢。那毋知讲小贤对今仔日的表演有甚款的建议无？黄金如小公公先继续保持迄种真认真对待每一摆表演的优点。而且也是伊广告在方特点啦，啊！伫今仔日广告经营中，有法通照这个故事内容对人物进行演绎啦，啊，有法来模仿，啊，表演的效果袂歹，规块故事歌生动啊精彩，哇，够你点一赞。那需要伫倒些方面搁提怀哦，我是建议讲的时阵啦，可以适度啊增加。安尼淡薄啊，嗨，兴奋淡薄，兴奋度较悬淡薄，表演个小可较夸张，一丝丝啦，哦，可能艺术效果会更加赞，啊，中上个啦。当然，希望讲下一摆，当人看到小公公先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若是恁也想要来到阮的节目当中来讲讲，可以当人敲阮两部热线0592530-1391来讲讲的。再来时间，咱继续来看下面这位小朋友带来的。精彩表演。好。讲天说皇帝，讲故讲家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思雨。今仔日我讲的故事是党的查某仔刘秀芬。刘秀芬是厦门博爱医院的护士，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。1949年5月，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人讲坐船爱船走，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交予伊的任务，刘秀芬利用金锁做掩护，
暗中收集药品甲医疗器材，秘密转移到安全的所在。1949年7月7号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霸占厦门，就派台南魔王毛新专门负责清扫地下党的工作。一时间，规个厦门是废老废的，热要惊死。这时阵，党的交通地下联络点已经无办法正常联络了。领导就讲：“紧，大家赶紧撤离，所有的路口拢给封锁啊！大家坐船离开。”但是，伫领导的老秀魂讲：“临行走，我就留伫厦门为组织收集情报。”为了摕到准确的情报，老秀魂就穿旗袍甲高跟鞋，滚到高档的场所去。老秀魂前后甲人交陪。国民党军官一下就真介意，在舞会顶，老秀芬将迄国民党军官灌到醉蒙蒙，从中探他消息。伊一边收集情报，一边去说服国民党有正义感的军官，动员伊为国为民设想。后来因为叛徒的出卖，老秀芬被迄国民党抓去，关伫个厦门禁闭司令部看守所。一人将所有的刑具拢搬出来，孝顺的对的口中得到地下党的机密，将厦门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。迄无形的坐伫个沙发顶，用刀啊将老秀芬的衫挂开。你交代唔交代？我啥物都唔知影，你是要我讲啥物？讲出党的秘密，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让你试看我的厉害。昏头对老秀芬的身躯顶捅落去，一枪对老秀芬的枕头插落去。啊！哗！一桶冷水泼在老秀芬的面顶，老秀芬头摇摇的。又是一桶冷水泼在老秀芬的面顶，老秀芬慢慢啊气起来，伊一直鼓励家己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死也袂用透露半点秘密。砰砰砰，轰轰轰，解放军开始进攻厦门啊！老秀芬知影，革命就要胜利啊！伊不断的大喊：天伫要光啊！天伫要光！1949年10月16号，迄国民党队伍知影家己要溃败了，开始大鼎插狗血，将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部加死伫个红山脚。17号宣布厦门解放啊！拄拄啊，甲25岁的老秀芬，伫黎明到来的一刻，永远就目睭放开啊！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：厦门的解放是靠迄唔惊危险的地下工作者，用血甲性命换来的。咱要好好学习，唔通辜负先烈之梦，将厦门建设甲愈来愈好。我的故事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感谢这位同学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多谢的节目一开始的时阵，我有甲观众朋友来介绍讲，诶，咱今仔日即个到底来广告，囡仔广告的舞台顶来的拢是刚小学的只小朋友。嘛，唔过这位哦，伊是初中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伊其实也算是咱的老朋友啊。哦，伫个咱即个舞台顶熬几廿年的时间，而讲过几廿年啊，吼，小贤你也知影嘛？一定来录节目啊！嗯，是是咱的老朋友，嘛，唔过伊虽然讲已经去初中啊，伊假是甲伊的即个江恒小学，而且讲过先生继续来学。哦，吼，所以我讲今仔日是江恒小学的专场，无唔对。你看，即个新的学生也有，诶，咱这老学生也有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广告是有传承的哦。是是是，好友啦，好。对，太好啊。那唔知讲伊今仔日的这个表演，哎，小贤你看了以后，你感觉怎样咧？好，你唔是有同学不开心，
老的小公过前哦，我就讲你最近读初中啊，啊，定来你这节目中表演。是。啊老哦，当然就加一个音乐啦。啊，伊的公共表演真在迄滴大学也袂紧张。今仔日公共表演性袂歹，有法通进入故事中啊，进行这人物角色哦，来演绎讲啊生动啊精彩，我个人点赞。当时我也感觉吼，那是佮追求佮较自然的演绎啊，广告整体也是好个，一个啊上三楼啦，中堂个电视以前学广告的小堂个，咱平常时的电视佮实践时阵，都注意一个要点，就是耳声对一挂演绎啊，需要调工啊，特别的耳个练，都是有重点哦。啊，实践的时阵，对这演绎的就尽量做到轻轻松松，因为你练做啊嘛，啊，你就自然放轻松，安尼才演给你，安尼效果会更加较巧啦，较好。然后你比如说我这个词特别练，啊，到你去表演时教我咱特别，安尼你就袂自然咯，哦，中参考。好，接下来时间，咱继续来看下面这位小公公先会带来什么款的节目呢？好，公鸡射红地，公告公家嘞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江小林瑞璇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，我就要为民设想，以前的关口四月乌喵喵，交通事故一起过一起，这阵路灯光片片，四月无烧香。讲到这个路灯，大家拢知影，单亲洲公路上界大，无唔对。咱今仔日就是要来讲伊为民设想的故事。有一日下昏，单亲洲带四个查某囝拄路顶行，因查某讲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哦，尿尿，我会惊，我会惊啦！”单亲洲讲：“是爸爸唔好，爸爸唔知影查某路顶。”爸爸甲你保证，后一摆过来吃，一定让你光飘飘的。对，迄摆开始，单亲舅就经常夹着一本簿仔出门，倒一个所在无便利线，倒一个所在无路灯，伊拢登记落来。单亲舅讲：“领导啊，这所在无路灯危险啊，有法拨淡薄资金来做一个路灯无？”领导讲：“呀，不是你管的范围，你以为做路灯这么简单呢？就牵涉到真多部门，建设费用嘛不会少，你唔通无给家门四办。”男女主讲：“我那是看到大路不会好势，我规日巴肚就煮鞋啊卖，只要有机会，你拢唔放过。只怪领导回家讲无办法，摆出一个话好，对着炸人。”啊！炸人就炸人，用讲四百卡吃过的人个，伊无叫闲，一定拍报告。最后，万靠定心物去挂款做路灯，一拍一拍的路灯卷起来了。卷起来迄一年，交通事故减少了一半，所以对迄摆开始，大家拢叫伊亮灯警察。以后阁开通一个青州到台南的离谱，人人来。总共采回四种另外300多个，伊是一个离谱达人，也是一个轰炸片倒数。有一日，安安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，恁老母叫车弄丢啊！即阵伫伊的手救，恁马上转3000块到一个卡号，肯定会要做手术啊，就肯定交钱的。这代志听单亲舅知影了，伊赶紧甲伊讲，这是一个骗局，千万唔通相信。等一下，你先倒去看恁老母，才阁讲，唔通随便转钱予别人。也阁去学堂内面，甲学生宣传轰炸骗的地址。2016年9月26号，单亲舅因为太累，心态感觉袂好势，去医院检查，算去检查就挂人。网络媒体一直报道，青州加油，青州抬轿。这消息一传三，再传八，医生嘛甲伊讲，心都静落来，好好接受治疗。单亲舅讲，
爸还阁有真侪代志爱要做嘞。医生讲，青椒啊，有生命才有办法为人民服务，老百姓需要你啊。这时阵的陈青椒，目睭看到窗仔口，窗仔口的雨听到树叶的声音，沙沙沙，沙沙沙。好亲像灌口顶的百姓对讲，亲像我带你倒来，好，我要接受治疗，我要坚强活落去，只有坚强活落去，才有办法为民设想。这个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，陈亲像做代事真正是兵荒将见伟大。我的故事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感谢这位谢公公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都正一开始就介绍的哈，今仔日来到阮这个囡仔公公的舞台顶的一个小朋友，拢是来自家园小的小朋友，所以讲今仔日是家园小的专场啦。哦，那我感觉足厉害的，因为你想看卖，诶，上一间小内底竟然有遐尼啊多。遐尔厉害，小公公先证明什么呀？证明老师的付出啊，已经是真多，所以嘛，就非常感谢咱家园小的林贤哦，真是真用心的来对待咱这个囡仔公公，真是确实厉害。是是是，非常辛苦吼，因为排练真实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爱个得特别心。对对对。所以讲啊，我嘛希望讲下摆当人看到搁较侪即个小公公先来到舞台顶，啊，感谢一下伫咧背后安静个咧付出的贾先生，您辛苦啊。好，那毋知讲小贤对这位小公公先的表演有甚款的点评无？好，林瑞选小童个讲好话也袂流利，表演灵动特有个即韵味，显得活跃甲灵感。啊，对于小朋友有这种我的公公都玩的这个表演哦，啊，我个人成点就赞。林小长哥将规个故事唔啦讲啊清楚，啊讲啊生动精彩。啊，另外吼，我个人也提一个小建议，共三个，就是伫讲的过程中，吼有诶部分语言速度会使搁较慢一速啦，吼啊以便哦搁较好诶演绎故事。不过这不要紧啦，对公公新手来讲哦。需要进一步学习，加些表演经验的积累。咱常常来讲，量变到质变，啊，水到渠成，需要一个过程啦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那是恁也想要来到阮的节目当中来广告，欢迎当人敲阮电话热线0592530131来讲讲的，和咱斗阵来讲闽南话，斗阵来传承闽南文化。广告斗阵来，话是囡仔广告，互你精彩。欢迎小朋友来到节目中公告天然地栽的风采。好，那在节目最后，我们想看我们来用闽南话读古诗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再会。七色同痴情。一道鹊桥行渺渺，千星玉佩各泠泠。别离还忧金莲客，长梦不如何孤星。七色同痴情。的鹊桥行渺渺，千星玉佩各泠泠。别离还忧金莲客，长梦不如何孤星。长的丁香啊，不然干呢？干阿公，加只熬呢，予人香浓冒了一片，这身个富华规身躯的大汗都拼落来啊！我早就知影你会过来啦！